身为二宝妈的丁文琪时常会透过社群来抒发心情。近日 MeToo 浪潮席卷台湾，各界受害者纷纷站出来发声，就连国际媒体 CNN 都在关注台湾的性骚扰事件。然而丁文琪也在社群上发声，对于此事他也透露自己的想法，表示那些事还是不吐不快。那些检讨受害者为什么事隔多年才站出来 MeToo 的幸运的人们，要知道你们看到的都还是说得出口的故事。这世界上有更多只能带进棺材的 MeToo。 更心碎的说到，最近每天都在心痛，简单的风景照搭配上悲痛的文字，就能感受到丁文琪对受害者有多么的不舍了。Bye.